亲爱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下面来学习第三册的第24课了，就是 Lesson 24，A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柜中骷髅。这个题目听起来好像像个恐怖电影一样，咱们看看怎么一回事啊。首先呢，先打开书到118页，我们来看这棵树的生词和短语部分。Now please open your books at page 118. Let's look at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生词短语跟老师先大声读一遍。Now read after me. Skeleton, skeleton, seemingly, seemingly, respectable, respectable, conceal, conceal, vivid, vivid, dramatic, dramatic, ruin. 这个词注意，不要读成 ruin。后面老师说过，短音发 e 而不是 e，所以不要读成 ruin，是 n 这个声音。再来一遍，ruin，ruin，好极了，heroin，heroin，这个注意，不要读 heroin，前面发 e。尽管男英雄、男主人公是 hero，但老师以前说过，女主人公、女英雄要读成 e。而且后面一样，不要读成 in，而是 n，所以再来一遍，heroin，heroin，好极了，fiction，fiction，varying，varying，medicine，medicine，gas room，gas room，unpack，unpack，stack，stack。Underclothes, underclothes, drawer, drawer, petrify, petrify, dangle, dangle, sway, sway, unsympathetic, unsympathetic. 注意这个 th 要吐舌头，unsympathetic，舌尖吐出来一点，往回收一下，在里面。Unsympathetic, unsympathetic, medical, medical，好极了。咱们生词短语读完之后呢，下面来看看这棵树的一些重点词汇。先看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词，就是这个看似表面上怎么样？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seemingly, seemingly，这个发长音一，不要读 seeming，是 c，再来一遍，seemingly。Seemingly，这个词叫看似，表面上，暗示其实不是这样的。注意词性是个副词啊。咱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看这句话：Running a mile and 4 minutes was a seemingly impossible task。在4分钟之内跑完1英里，在当初曾经是一个看似不可能的这个任务，但是这个记录后来被人打破了。所以看似怎么样，它暗示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个在阅读中要注意，那作者暗示它其实本不是这样的。这个副词 seemingly 直接修饰形容词 impossible，在这儿是可以的。注意，在这个4分钟之内，不要用 in 4 minutes。in 老师说过是刚好用了4分钟，4分钟之内咱们可以用 under 或者用介词 within，这是可以的。这个注意啊，这是看似大概齐。表示跟它类似的还有一个习语，这个习语特别好记，是什么呢？就是 on the surface。就跟中文一样，叫表面上怎么样，暗示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跟老师大声来一遍，on the surface，on the surface，表面上大概其是如何？我们看例子，Mike was very pleasant on the surface, but he had a nasty temper。说这麦克这个人怎么样呢？表面上的这个人特别好，让人一看很喜欢，但其实有个非常糟糕的脾气，nasty 叫糟糕透顶的，同样英式发音读成 nasty。美音读成 nasty，一个糟糕的脾气，脾气特别差。好多同学问我，李老师，那我这个学美式发音，为什么要学美式发音呢？李老师以前说过，英式和美式发音，中国同学都可以来学。但是对中国同学，如果你原来是一张白纸的话，建议你学美音。第一个原因是美音在世界上更加流行，另外一个是美音绝对对中国人的口型来说更加适合，因为美音跟汉语的口型差别更小一些。
而英式发音的很多口型在汉语中是没有的，所以读起来特别费劲啊。另外一个原因是，大家不用担心，如果你美音发准了，各种考试的口语考试都不会吃亏的。即便你未来参加雅思考试，英联邦国家雅思官方也说，英式发音、美式发音、澳洲口音和北爱尔兰口音，官方都接受。托福口语也是一样，美式、英式、澳洲口音、北爱尔兰口音都接受，只要你发准了，别来回串胡都可以。在口音方面都是满分，都没有任何问题。那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以前是英式发音，不用专门的改成美音；如果原来英不英、美不美，建议你改成标准的美音。而且标准美音参加任何考试绝对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大家放心。这个麦克表面上不错，但是他有个糟糕的脾气，说明他表面上不错是假的，其实脾气糟糕，动不动拿菜刀砍人，脾气太差，可以这么说。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表示表面上看似如何，还有一些小句型。你比如说，我们用 seem to do 和 appear to do 也可以表示表面上看上去如何，对吧？你看 seem to do appear to 固定的这个短语也行。咱们就把刚才那句话用这个结构说一说。那么4分钟之内跑完，这个1英里是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用这结构带你去该怎么说呢？哎，特别好说，是不是可以改成？Running a mile and 4 minutes seemed 或者是 appeared to be an impossible task。4分钟之内跑完1英里，在当初曾经看似是一个不可能的这个任务。哎，这么说也行，也非常漂亮。哎，这么记住哦，这个结构也行，也是看似。还有一个，咱们多记一些，写作中就活了。我们把刚才那个句子再练一练。麦克呢，表面上不错，但脾气特别糟糕。用这个结构该怎么说？咱们再带进去，是不是可以说 Mike 以及说？Seemed 或者 appeared to be very pleasant, but he had a nasty temper. 麦克表面上人不错，但其实脾气糟糕。来，直接在谓语动词用 seem to do, appear to do 就好了。这是一个重要表达。还有，咱们换成一个固定句型 ，It seemed 或 appear that。当然，这个根据时态 ，seem 和 appear 可以用一般现在时 seems, appears。如果过去的事呢，一般过去时 seemed, appeared 就好了。来。同样，咱们练练刚才那个4分钟是跑完1英里，看似是个不可能的任务。用这句型可以怎么说？特别好说 ，It seemed or appeared that running a mile and 4 minutes was an impossible task， 对吧？这么说是可以的。那用刚才那个什么什么麦克那个句子呢？麦克表面上很好，但他脾气很糟糕。用这句型带进去，相信大家都会说了，对吧？是不是可以说？一般过的是 It seemed or appeared that Mike was very pleasant。But he had a nasty temper. 表面上不错，但脾气糟糕。这记住，表示事物表面如何，本质其实真相是什么。这个句型，希望大家把它记住。而在写作中，咱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光会一个，总像一条腿走路。一旦出现替换，立马就傻眼。所以多记一些特别重要。但是这个词性注意呢，它一定都是本文中 seemingly 是个副词。如果需要形容词，表面上的修饰名词怎么办？那好办呢？我们可以把那个 ly 去掉，变成形容词 seeming， 它相当于另外一个咱们4、6级中就会出现的词，叫 superficial， 叫表面上的，都可以分别读一下 seeming， 后面那个词英式发音发 u， 咱们大声来一遍 superficial， 就 super， 但美式里面这个 u 一般把那 e 去掉，它更好发一些，读成 su。出现 R 一般有个勾舌的动作，所以 super 读成 super 更好读一点。再来一遍 superficial 和 superficial 都行啊。表面上的，我们看一个例子呗。In spite of his seeming 或者 superficial friendship, he gave me no help。尽管他表面上很友好，但是他没有给我任何帮助。在这里面用形容词修饰这个名词 friendship。这里用的是形容词形式，是可以的。这是表示表面上的，咱们看到了一些固定的一些表达，还有一些词性的变化，希望大家放在一块儿把它记住就好了。好 ，seemingly 这个5星级重点词汇我们就看到这儿。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呢，也是本科书的重点，就是这个体面的、正派的，我们跟老师大声读起来 ，respectable。体面的、正派的，这个也特别好记，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个 respect 可以表示尊敬的意思，对吧？ respect able 表示值得什么什么的，可以什么什么的，值得大家尊敬的，不是体面的、正派的吗？它表示行得正、走得端，符合咱们社会的道德标准的。一看这个人，哎呀，正派人呢，
老实人不做作奸犯科的事情。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比如说 a respectable citizen， 一个体面的、守法的公民，行的是走得端，别人行得正，走得端，别人挑不出一点毛病来。再比如说 a respectable family， 一个非常体面的家庭，就是父母亲工作不错，孩子呢上学特别争气。咱们一看，呵，体面正派家庭，没有做过那些龌龊的事情，这个是体面的，就遵纪守法的，符合道德标准的。但是这个词有的时候呢，可能也略微带有贬义词的色彩。一个人太正直了，可能就略微有点古板了。你看这句话怎么说 ？He's a bit too respectable for my taste。这个 taste 可以表示品味吗？什么爱好啊、判断力啊，有这个意思。这可能是个女孩子说的，比如跟一个男生第一次在约会的时候，就是当然都成年了啊，约会之后呢，回来之后，那妈妈问。哎，怎么样啊，闺女？对这小伙子印象怎么样？对，这闺女说了，这个男孩各个方面都不错，工作也不错，性格也挺温婉，就有一点毛病，什么呢？他对我来说好像有点太正派了，太古板了。小女子，我喜欢坏男人啊，就这个太正派、太古板了。在我们谈恋爱，净给我讲三个代表，这个八荣八耻，我说这个就觉得别扭点儿。所以这个 respectable 可以表示。这个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但某些时候可能略带点贬义词的味道，就是略微的古板了，是这个意思。相信大家都掌握住了。那但这个词重点在什么呢？在它形近词太多了。你看我这个 respect 后面加 ed 过去分词，本身也是形容词，这可以表示受敬仰的、有名气的、有名望的。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respected，respected，直接可以当形容词，叫受敬仰的。有名气的，咱们看例子，a highly respected surgeon，一个深受敬仰的一位外科医生，大名鼎鼎，名气特别大，大家开刀都喜欢请他来，医德高尚，医术高明，对，我没有病也喜欢请他捅我一刀，那这是非常非常有名望、受敬仰的个外科医生、外科大夫。咱们再读一下这词，surgeon，surgeon，好，这是受敬仰的、有名望的，就是表示受到了尊敬，对吧？好，还有呢，我们再看这个形容词，这也是形容词，叫尊敬的、恭敬的、毕恭毕敬的。我们知道这个 ful 这个字根就相当于形容词 full，所以相当于 full of 什么什么，充满了什么。colorful 叫 full of colors， 五颜六色的。这个充满了尊敬的，所以就恭敬的、毕恭毕敬的。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respectful，respectful。好了，一定记住搭配，后面要加介词 of。看例子 ，You should be more respectful of other people's points of view。我说你应该更加这个尊敬啊，去恭敬一下别人的这个观点，不要总是鄙视、蔑视、藐视他人的观点。你总觉得你自己对，这 mine is better， 这本身就是一种逻辑漏洞。那所以你要多去对别人的这个其他人的观点表示尊敬，要尊重，而不能过分的藐视。注意这个搭配叫 be respectful of， 对某人某事物尊敬、恭敬、敬重，有这个意思。Point of view 就是观点的意思。注意这个词叫尊敬的，一定要跟体面的 respectable， 还有有名气的 respected 把它区分开。那么还有一个也是形容词，但这跟尊敬就没关系了。这个形容词叫各自的每一个，你看多讨厌呢！我们大声读一下这个形容词，慢慢来 ，respective。respective， 好记了。这个词叫各自的每一个的，这个怎么记呢？特别好记，因为我们知道 respect 这个词啊，本身做名词就有很多意思。它其中有一个意思叫做这个尊敬恭敬啊。做动词也有尊敬恭敬这个含义，但是 respect 这个词当名词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叫做方面。大家还记得吗？在很多方面 ，in many respects， 就相当于 many ways，in many aspects。这个我们在22课当时说过，所以这个各自的每一个的是来自于表示方面的这个名词的意思，这个方面、那个方面、这个方面、那个方面，所以各自的每一个的是这个意思，这就好记了。我们跟老师大声再来一遍 ，respective，respective， 各自的每一个的。同样，咱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晚会结束之后，我们各回各家，就是回到了各自的家中，这个怎么说呢？特别好说。After the party, we all went back to our respective homes.
不是我们值得尊敬的家呢？在晚会结束之后，我们都回到了各自的家中，所以各自的每一个的，我们再读一遍，respective，respective。好，你看这一个词形容词形式特别多。那到此还没完呢，还有它的介词形式，就是表示关于。这个时候，这三个词大家注意，都是介词，可以表示关于什么什么，相当于介词 about。我们分别读一下：respecting、concerning、regarding，关于什么什么？中国关于日本的外交政策，China's foreign policy respecting Japan、concerning Japan 或 regarding Japan，关于什么什么的？respecting 这个时候表示关于，注意是介词。但是长相跟另外那四个形容词也有点像，注意把它区分开。嗯，咱们下面来看一个简单的句子，咱们这一句话中看能不能把这个 respect 各种各样的这个同根词都用上。哎呀，这都动脑筋了啊！你看这句话怎么说？在这篇有关科学家的文章中，作者特别尊重那些不但是体面正派的公民，而且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深受敬仰的专家。啊，这个造句需要智慧。你看，我们把这几个都用上。在这有关科学家的文章中，有关咱们可以用 concerning 关于科学家。嗯，那么作者特别尊重那些尊重，是不是可以用 be respectful of 这个公民 citizen 嘛？他们体面公民是不是可以用 respectable 体面的正派的？而且在各自的领域中，各自的是不是叫 respective？那么深受敬仰的，深受敬仰的可以用 respected。哎，受敬仰有名气的。哎，咱们看这句话怎么说啊？咱们复述一遍，在这篇有关科学家的文章中，in the article respecting 或者 concerning 都行了。Scientist, the writer is particularly respectful of，比方介词 of those who are not only 不仅是 respectable citizens but respected experts in their 各自的领域 respective fields。哎呀，这个句子可以达到人类智慧的巅峰了啊！这个都用上了啊，在这篇有关科学家的文章中，in the article 后面 respecting scientists 是介词短语的后置定语了，respecting 可以换成 concerning、regarding 都行啊。然后呢，the writer 这个作者特别叫 particularly 尊敬叫 be respectful 注意，比方叫 of 啊，those 那些人，注意这个定语从句先行词得用指示代词啊，不能用人称代词 they，得用 those。也不能用宾格的 them 都不行，要用指示代词，就这个、那个、这些、那些 those，不能用 they 或者 them 啊。什么呢？不仅仅是这个体面公民，而且是受敬仰的专家。Not only, but 咱们翻译成不但而且，but 后面 but also 那 also 可以去掉呢，而且是受敬仰专在哪儿呢？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通过这个句子，可以说把这个词的同根字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个词一定注意同根字的变系。啊，这个词重点，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里了。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咱们来看一看这个隐瞒、隐藏这个重要词汇。这边有复习啊，我们大声跟老师再读一下。注意，seven，我多次说过，在轻读时发 kn kn kn，不要读 con，后面那个 e 发长音，一拉长一点，大声来呗，conceal，conceal，好极了。隐瞒或者隐藏，咱们在以前曾经讲过一次，这个在22课说过，对吧？隐瞒、隐藏，向某人隐瞒，加什么介词？对了，加 from，conceal something from 哒哒哒，向某人隐藏。比如医生向病人隐瞒了实情，大家还记得吗？咱们用嘴说一遍就行了。The doctor concealed the truth 或者 the facts 这个事实 from the patient，向病人隐瞒了实情。我们也可以换成动词。Hide something from somebody，向某人隐藏了某个东西，这个也行啊。我问大家呢，揭示揭露怎么说？是不是可以用22课讲的 reveal something to somebody？Reveal 既可以表示把前面的东西撤掉，露出了后面的这个东西物理上的含义，也可以表示隐瞒某事，对吧？再读一下，还是发长音，一点慢慢来。Reveal，reveal，一定加 to，也那这个揭示给他了嘛，当然加 to 嘛，对吧？还可以用 disclose 加 to，或者是 expose to。但 expose 这个词特别强调暴露，暴露就是处在危险的状态，把什么什么暴露在什么什么之中，用它也行。嗯，这是复习，把隐瞒、隐藏跟揭示、揭露、暴露可以放在一块儿来记就好了。这个词，复习就到这里。
好，下面咱们来看一看下面一个比较重点词汇，其实也是复习，就是我们说小说这个字。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fiction，fiction。好，这个词表示小说啊。大家可能记得，我们说过表示小说还有另外一个词，就是 novel，novel。那这两个词有什么不一样呢？本文中出现了两个词的变系，这两个词都是小说，但是 fiction 这个词表示小说这种文学题材，它是数不了的。而 novel 这个词表示一本两本的小说，它是可数的，所以要把这两个做个辨析。我们先读第一个可数名词，一本两本的小说，novel，novel，I just read a novel，我刚刚读了一本小说，不能说 a fiction，fiction 是不可数名词啊。同样的，英国人往往读成 novel，但美音中这个发音古怪，是 o 变成 r 的 novel 都行，fiction 英式美式发音完全一样。再复习。Poem 表示诗歌，可以当可数名词，但 poetry 可以表示诗歌，这个文学题材，这就不可数了。分别读一下，poem 可数的，再读诗歌这个题材，poetry。哎，这我们前面用不可数名词，后面也用不可数。我喜欢小说，而他喜欢诗歌，是不是可以说 I like fiction while he likes poetry？哎，那而可以用 while 对吧？I like fiction。While he likes poetry，这诗歌是不可数的。再复习，神话这个 myth 可以当可数名词来用，一则两则的神话。但是神话这个题材可以用 mythology 就不可数了。我们分别读一下 myth，mythology，mythology，神话这个就不可数了。再来，还有我们讲的风景风光，左边可数，右边不可数，分别来一遍 scene。Scenery 这个词不可数了。同样，我说中国有很多美丽的风光，大好河山。用 scene 可以说 There are a lot of beautiful scenes in China。用这个 scenery 呢，就只能换成 There is a lot of beautiful scenery in China。a lot of 这个词修饰可数、不可数都可以的。好，还有，你像这个 jewel 可以换成 jewelry，但 jewel 是可数的。但右边这个 jewelry 是不可数名词，jewelry 两个拼写形式，括号里的是美式拼写更简单，不容易读错。英式拼写容易误读成 jewelry，但是美式呢读成 jewelry，这是读不错了。英式美式发音是一样的，但拼写不同。先读可数的 jewel，再读不可数 jewelry，可以这么说啊。一件珠宝 a jewel，但这个词只好说 a piece of jewelry，一件珠宝不可数了。这个女人有很多美丽的珠宝，对吧？我们可以说。The woman has many beautiful jewels. 在这儿呢，就得说成 The woman has 不能说 many 了，可得 a lot of beautiful jewelry. 因为 a lot of 修饰可数不可数都行，但 many 只能修饰可数名词。好，还有呢，我们说这个机器和机械，左边可数，右边不可数，分别来遍 machine，machinery，machinery 一定不可数。还有像树叶子，大声来遍 leaf。但是后面这个词不可数了 ，foliage 不可数的。这个 leaf 复数不是把 f 去掉变成 ves 吗？树叶子。还有呢，桌椅板凳可数，但家具不可数，这是复习了。读一下不可数的吧 ，furniture 这边是家具啊。还有呢，你像这个钢笔、铅笔可数，但文具不可数，这是复习了。再读一下不可数名词文具 ，stationery。我可以说 two pens，但不能说 two stationaries，不对。非要说的话呢 two pieces of stationery，对吧？还有呢，这个我们说箱子，什么 trunk、suitcase 可数，但行李不可数。这是咱们在第十一课中重点讲过的。我们分别读一下 luggage、baggage、baggage，这两个词表示行李一定是不可数的。我们不能说 how many baggages do you have with you，应该说 how many suitcases。Do you have with you? 你有几个箱子？不能问你有几个行李，行李是不可数的。这个词也是我们在以前知识的重点的可数不可数变化的复习。好，这个重点词我们就告一段落，看到这儿。下面一个比较重要词汇呢，就是从箱子里拿出来东西，到了地方之后呢，从箱子里把这个财物取出。我们再大声读一下这个动词，慢慢来 ，unpack。这个好记，咱们以前见过 pack 可以表示打包，就是出门以前把这个东西放到皮箱里边去。这个 unpack 呢，even 可以表示相反的动作，
到了地方之后，箱子盖打开，把东西取出，叫 unpack。所以呢，这一组词我们先读写打包 pack，再读写反义词从箱中取出 unpack。刚好疑问表示相反的动作，举一反三看几个。你像往车上装货叫 load，从车上卸货叫 unload，这个都可以，对吧？我们大声来一遍 load，啊，这装货，再读卸货 unload，unload car，从车上卸货。那还有呢，锁门和开锁这一组都是动词，先读左边 lock，lock the door 可以说锁上门，unlock the door 就打开门了。我们再来一遍 unlock。开锁的意思，对吧？还有呢，你像 fasten 叫系紧，unfasten 就解开，像系鞋带儿啊，什么系上这个东西呀、啊，把它解开，刚好用 unfasten。分别读一下，fasten 系紧，注意不要读 fasten 啊，在这边 fasten，好，再读解开 unfasten，哎，解开，把绑住的东西把它解开来，可以用它，这可以同时系。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第十一课见过的。拧紧和拧松、拧下来，它本身这个词做名词就是螺丝钉的意思。我们分别大声再读一下：第一个拧紧，screw；screw，再读一下拧松或拧掉，unscrew；unscrew；unscrew the lid of the bottle，把瓶子盖把它拧下来，对，拧紧呢 screw 就好了。好，这个一组词汇咱们可以记住，都是由 un 构成相反的这个动作。好。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把某人吓呆这个词。这本身是个及物动词，叫使某人惊呆了，就是看到这个恐怖情况，动不了了，好像变成石头一样。那我们大声读一下，petrify，petrify，叫使某人惊呆。但这个词本来还有一个意思，叫 turn something into stone，把什么东西变成石头，使石化变成石头。大家立刻想到这个词，就确实来自于希腊神话故事，有个蛇发女怪，就是这个家伙。咱们中文叫美杜莎，哎，咱们在一些游戏里可能见过这么一个形象，在一些电影里好像也有啊。我们大声读一下 Medusa，Medusa，蛇发女怪美杜莎。这个人其实是个悲剧人物，为什么呢？原来这个是个凡间的女孩子，据说貌美如花，貌如天仙呢。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特别美丽。但是女孩子一美丽啊，就往往容易骄傲，瞧不起别人。这个 Medusa 呢，就表示得非常非常骄傲。你看，我人间美女天下第一，比芙蓉姐姐还好看。她觉得自己很好看，于是妄图跟当时的 Athena 就是雅典娜美神 Athena 比美，结果把美神给惹火了。呵，你小子不想活了你？跟我比美，开玩笑吧你？我是仙女，你是凡女，对吧？咱俩没法比。于是就惩罚。这个 Medusa 怎么惩罚他呢？把他变丑，把这个女的变得奇丑无比。而且原来呢，这个 Medusa 赖以为傲的一头飘柔的秀发，可以给海飞丝做广告了，对吧？一头秀发变成了，满头的群蛇乱舞，每一根头发都变成一根蛇。She's so terrible， 这个女孩如此之可怕，以至于什么？That every living thing would turn into stone at the sight of her， 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人见到她之后都会被变成一个大石头。这个动作就 petrify， 使变成石头。据说这个 Medusa 住的这个山洞洞窟的门口啊，就像一个雕塑展览一样，各样的石人、石马、石头松鼠，都是见到他之后就变成石头的雕像，待在这个洞窟门口了。后来呢，他被 Zeus， 就是宙斯，众神之王宙斯的儿子，有个叫 Pas， 那就 Peleus， 被他所杀掉了。据说杀死他的时候非常凶险。这个人呢，还是拿了一个这个一把刀，一个盾牌啊，叫 Perseus 啊，就 Zeus 的儿子 Perseus， 到了他的洞窟里边去呢，就看到这个美杜莎正在睡觉呢。这 Perseus 通过不神也神看到他之后也会变成大石头，不敢直视，怎么办呢？就用盾牌，像镜子一样，盾牌很光亮，通过反光瞅准脖子位置，咔一刀下去，脑袋砍掉，杀死了美杜莎。据说他的脑袋被砍掉之后，依然魔力存在。所以后来他的头被放在了宙斯盾上，任何人看到他的头像之后都会被变成大石头。大家还记得我们在新概念二册里边也出现这么一个人，他相信古代神话故事，他说很多人呢在他院子门口停车，他在这个大门上面弄放了一个美杜莎头像，说你们再停车，连车带人都变成大石头。这个可能还记得，所以就来自于石变成石头这个词。我们
这是使某人惊呆了，把某人吓得不知所措，不一定变成石头来。生活中派生一叫，惊呆了，说不出话来。那跟它相关的有好几个词，我们在第十课讲过，使某人又惊又恐，惊恐交加，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词啊？也是及物动词，大声那边，horrify，horrify，使某人惊恐交加。这个词呢，就使某人极度胆寒，特别害怕。它不一定变成石头，也不一定很震惊，就使某人非常害怕。在里面，terrify，terrify，哎，是这么一个意思啊。还有呢，我们说吓唬某人，让某人害怕，可能语气就没那么重了。我们大声在里面，frighten，frighten。再看同义词，scare，scare，哎，都是吓唬某人，让某人害怕。这边有一个小习语，叫某人害怕某个东西，叫 be frightened，be scared。或者干脆用大家更熟悉的 "be afraid of" 什么什么，表示某人害怕。在这个地方不翻译成被吓坏了，就是害怕，表示一般的状态，害怕这个人，害怕这个东西。Be frightened, be scared, 或 be afraid of something 都行。咱们看例子：Many girls are frightened, or are scared, or are afraid of cockroaches。很多女孩子都害怕蟑螂，这蟑螂老外也讨厌啊。我们把这个单数去掉 "es"，大声读一下。Cockroach，cockroach，听着声音就挺恐怖的。Cockroach 啊，当然有的时候呢，这个在生活中也把前面这个 cock 把它去掉，直接用 roach 复数，就是 roaches，把前面 cuck 去掉，roaches 复数。我们知道也是蟑螂的意思。很多女孩害怕蟑螂，特别带翅膀的会飞的就更可怕了。哎，这是指恐惧相关的词，咱们记住，放在一块记住就好了。好，下面。咱们再看另外一个重点词汇，就是悬挂，并且可能在轻轻的摇摆，不一定摇摆，悬挂可能在滋尿滋尿滋尿轻轻的摆动。我们大声读一下 ，dangle，dangle， 注意前面发哎，或或拱舌根 n 啊 n 啊，在里面 ，dangle，dangle， 悬挂并可能轻轻摆动，你听的声音。Dangle, 轻轻可能在摆动。我们看例子 ，A hanger dangled on the rope。一个 hanger 是什么呢 ？hanger 衣服架，一个衣服架挂在绳子上。等风吹来，可能滋妞滋妞滋妞停了，一会儿一阵风滋妞滋妞又在摆动，这个感觉刚好用它。我们先读一下衣服架这个词，注意还是前面发哎，然后拱舌根叫 hang。Hang 啊是挂，后面再加一二，舌根连读就儿儿儿，大声了没 ？Hanger，hanger， 哎，中文中没有 an 啊，但中文中 on 嗯用 on， 但没有 an 啊。A hanger dangled on rope， 一个衣服架挂在绳子上，啊，可能在轻轻摆动。这个我们在复习在17课最长的吊桥讲过，悬挂，但是静止的挂在那儿，一盏灯挂在屋顶上，是不是可以用这个词吧？我们大声读一下。Suspend, hang, 这个词可以表示悬挂，但一般是静止的，就挂在这儿的一幅画挂在这儿，一个灯挂在屋顶上悬挂，但它按时不摆动，但 dangle 可能在摆动。还有呢，强调悬挂并来回摇摆，这个一定强调摆动了，可以用这么两个词，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way, 还有它的近义词。Swing, 这两个词表示悬挂并来回摆动，所以这个 swing 做名词也可以表示秋千的意思。公园里荡的那个秋千，名词也叫 swing， 它强调来回摆动这个意思。好，这是这个悬挂呀，跟这个相关几个词放在一块记住。好，这个词我们看到这儿。最后我们看一个特别长的大个儿的单词，就这个不同情的、无动于衷的。我们跟老师再大声读一下，注意这个 fa fa 这个音节重读 ，an 和 sin 稍微轻一点，两个次重音，一个重音，我们分别读一下 ，unsympathetic，unsympathetic， 读慢了以后是 unsympathetic， 但读快之后这个 tick 会轻轻浊化成 dick 这个声音，再来一遍 ，unsympathetic，unsympathetic， 哎，不同情的，无动于衷的。这个也是一个重点词汇，不表示同情的、无动于衷的，咱们看看它同根字。如果表示同情的，那把 un 去掉就好了，对吧？我们读一下同情的、怜悯的，大声来一遍
sympathetic, sympathetic，哎，同情的、怜悯的，表示这个。那再看个同根字，这个词把 cism 去到一块儿，这个词表示可怜的、悲惨的。回顾第十二课《荒岛生活》单词中怎么讲过？再大声来一遍，先慢慢读，pathetic，pathetic，再快点，明显这个它又浊化了，再快点，pathe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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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那个字母 t 浊化了，可怜的。The pathetic man begs in the street，这可怜的家伙在大街上要饭了，pathetic 有这个意思。还要在前面加上 a 之后呢，表示冷漠的、无动于衷的。因为这个字母 a 可以表示相反的意思，这个时候就非常类似于这个 unsympathetic 了，它表示不表示同情的，这个叫冷漠的、无动于衷的，我不觉得你悲惨的。再来，我们大声里面 apathetic，apathetic，哎，冷漠的、无动于衷的。而这个 sym 可以表示在一起，syn 叫一起的意思啊。你很惨，我觉得哎呀，在一起我也觉得你很惨呢，所以刚好同情的叫 sympathetic，不同情的 apathetic。那么不表示同情的 unsympathetic，所以你看这个词跟这个词含义就类似了，因为它把同情的否定掉，不就是冷漠的意思吗？不同情，无动于衷，哎，跟它这个很类似，可以跟最后悲惨的 pathetic 同时记住就好了。我们下面再看这个词的动词形式，同情某人。这个词动词一定记住啊，名词先看可数不可数，动词先看及物不及物。这个词是不及物动词，再大声读一下 ，sympathize。th 又吐舌头在里面 ，sympathize， 同情怜悯，一定要加介词 sympathize with， 同情怜悯某人，一定加介词 with。I sympathize with the beggar， 我同情这个乞丐，可以这么说啊。那它的词性在变化，名词就是同情，我们大声在里面 ，sympathy， 同情，这个注意 th 的吐舌头。那同情这个名词搭配特别多，比如说我们说，哎，表示同情。Show sympathy， 赢得了同情。Win sympathy， 出于同情。这介词短语叫 out of sympathy。out of 可以表示出于或者由于。出于同情，比如说，出于同情，我给了这个乞丐一点零钱。零钱还记得吗？可以叫 change。咱们在第七课残钞鉴别组讲过的。Out of sympathy, I gave the beggar some change。出于同情，我给了这个乞丐一点零钱。出于同情叫 out of sympathy 就好了。好，这是我们第24课一些重要的单词和短语，希望大家反复复习，直到把它记住。好，生词短语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